入高中之前，我们可能都在社会，就是在学校里面是一个逆流，然后渐渐的大家聚在一个班，然后可能刚开始有些争执或者是什么的，然后到最后我们是一股逆流，然后呈现出我们的毕业展。这次我们有到海边净滩，然后用净滩收回收回来的垃圾，然后做成很多的鱼，然后还有一只主要的大鱼。